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在参加一期播客时，谈到了2016年总决赛上队友凯里·欧文投进的关键三分。如果你看过有个视频，在这一季 NBA 历史上最关键的球之一之前，在暂停的时候，我告诉泰伦·卢，把球交给凯里，把球交给他，因为我知道他会得到的对位。整个系列赛，我们都希望把斯蒂芬·库里弄到跟凯里对位，因为他们一直是让克雷·汤普森防凯里，把一个2米03的球员用来防凯里，一定程度影响了他的视线。但凯里太特别了，就算这样也没用。而且看勇士跟我们交手的抢七，没有人能得分。从最后五分钟一直到凯里投进那一球，啥都没有。克雷投丢了一球，斯蒂芬投丢了一球，我投丢了一记跑投，凯里投丢了一记抛投，德雷蒙德·格林投丢了一球。凯里是我见过天赋最强的球员之一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